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第一线。昨晚11点，在安宁路一烧烤摊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。究其原因，几名参与斗殴的人员都是朋友，并在喝酒聊天过程中起了争论，从口角之争转化成了暴力相向。经现场群众报案后，几名酒后斗殴人员全被带回了公安局。我台收到一位李小姐的求助。李小姐说，她是一名房东，最近遇到了一位赖皮租客，已经2个月不交房租，没钱交房租赶也赶不走，换锁不让进呢，她直接撬锁，2个月来已经换了10几把锁了。总之4个字，没钱不走。如果有观众处理过类似事情的经验，可以联系李小姐帮她支支招。今天早上，肖先生像往常一样骑着20块钱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去上班，因在等红绿灯时挡住了后面的婚车队伍。新郎不但对肖先生破口大骂，还恶意做出别车这种危险行为。肖先生一气之下骑着烂自行车和对方飙了起来，最后自行车取得了胜利。正巧新娘又是肖先生的前女友，新郎误认为肖先生是来抢婚，一怒之下把肖先生的自行车给砸了。在肖先生解释清楚，顺便拿走了新郎一包烟后，这事儿算是告了一段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